你讲你是这才假？就按讲，我当初是听到反应比你搁较大，也毋过，既然讲到像这款规矩天道的老妖怪，这才假出现嘛是多好尔，只是讲，想到偏偏咱就是我。啊！你著讲你是开啊，后代子孙啊，毋是你是啥？啊！是你身躯边有一个三重子同安尼，是你即世人上爱的人，甚至甘愿为伊去死，你著袂怨伊。啊？你即摆即个话什么意思？你敢毋知影这小姐是我修炼？喂，既然要斩妖除魔，当然要修炼啊。然后呢？你敢毋知影做一个制裁者，爱意志坚定，爱有大智慧，爱放弃个人欲望，才会当替天行道。意志坚定佮大智慧是一定爱有的啊。但是若讲到放弃个人的欲望，你是唔通甲我讲，是我想的安尼哦？对，就是你想的安尼。爱放弃世俗的贪嗔痴，乐观清净，清心寡欲。不是啊，那照你安尼讲，你就等于是出家安尼，差不多这個意思啦。哎呀，这边哪会用啦？你甲子彤就要结婚了呢？所以一般人了解我的心情啊。你讲，我是要哪欢喜的去啦？我若是讲这個、任务要做一八年、十年。或者是搁较久，我迄总是变哪才好？总袂通计伫遐苦苦等我。这天下间哪有这款代志啦？你即马是咧做好事呢，哪会袂输敢那咧受天罚同款？这是啥物道理啊？廖凯宏，爱完成任务答案呢，无道理通讲。无这种道理啦！你安尼袂输甲自从当作是血袂同款的。哎，伊是这么有正义感、这么善良的人。伊做唔到啥物，伊凭啥物啊才受这种的对待？刚刚拜托你莫阁讲啦，我是愈听愈艰苦。总军，那真正艰苦就莫做啊，无你想看卖，你若真正做了以后，自从是要安怎？啊？子龙，还够你啊？我想要把子龙交付给你。你这嘛是在讲什么笑话？子龙伊是人呢，伊唔是物件呢，哪会当讲杀我别人就杀我别人啊？不要再讲怀疑我，我有孩子哦，你敢唔知啊？我会照顾我爹，你敢比小龙更清楚？两个就是因为安尼，只有把子龙交付你。我才当放心，你放心，哪里子彤的？你敢知你真正安尼做，子彤的心会搁一刻伤到最高高？你要怎会当安尼做啊？你就应该较自私的，较为了家己设想的，那你是安怎啦？是要安怎？我良心没得过你啊！你为了个人的欲望，牺牲一大堆人。你讲，那我这是你，你敢没样子？无恁两个人是安怎啦？一个户口摕了，恁两个安尼大细声？向哥，你别听当我奖品啊！啊？你听，你的棒球明星，伊听伊的篮球明星，啊，这是两条平行线啊！是安怎恁两个安尼又要跑起来啊？啊！哎，你拢唔知影咧，阮大部分人有时阵要捍卫家己的偶像是真激动的啦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阮是愈吵愈冤，愈冤感情愈好。哎，你是唔当做错？无你叫是我是臭汤哦，食你这种臭。来呢，现在咱自从地动了，你送我回去，我就去找无你啦。我啊对哦，
咱拄着地堂已经庙阿公有咧赞助，所以想要过去关心，我嘛只好陪伊去走一撮啦。啊，就伫遐无闲几工啦。啊，你手毛哪会受伤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哪会受伤当时用着的。啊，歹势啊，一定是我拄则伤火激动，所以害总军无说你去回着。你搁戆戆徛伫遐创啥？我过来啊！哦，后盖莫搁安尼啊！就算吼，我会当理解，啊，毋过阿姨也是阿静，若是看到，一定会毋甘的。子彤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摆，你这么孝敬我，以后我就……你哦，真正是水龙头呢！我只是替你抹油啊，尔你就哭到安尼，目屎流目屎滴。喂，你好啊啦，恁两个姑娘相隔伤厉害吧？同学，你莫有教啊，你莫这么爱哭好不？啊，是讲你这么爱哭，谁那子彤发到恁手里啊？那换做是我，我就提林翠雅给你随他起来。哎，我人搁伫咧家呢，你竟然敢当我下面欺负阮将军哦？我唔敢啦，我你这个护草师的爹，我绝对唔敢。知就好。好，兰兄弟，以后我袂搁害你受伤啊啦。你想我搞较定着的，伫咱手术房我见者啊，较定着的啊。K 伯，你的手盘哪会这么侪黑斑？进前过较侪。刚讲起。虽然有病呢，用心照顾，兼顾我这个身体啊，病气真重，说落来。这愈来愈虚掉。那是安尼，要应该安怎做才好？放心，阮是也是徛伫我这边的。若是这个时阵乌漆出现啊，我这乌斑唔只随改善，啊，说来咧，一定愈来愈好啊。给，你来啊。我是看到客伯传我的讯息，我就放下手边的工作，随赶过来啊。安那，敢有顺利？阮无啊，都讲一定啊。放心啦，有客伯甲我指点，还佫有金玉听我讲话，无人起疑心啦。还是较认真诶，等下都讲一定啦，毋是遐尔好应付诶。客伯，是阮平常时联络拢做细滴诶，啊，即卖拢伫咧较精病院啊，啊，万不哩去用看就无好咧。啊，什么代志遐尼着急？啊，我赶过来。你想什么代志要甲我讲先？乌漆出现啊！即马就伫咧准备片手头。乌漆出现，拄则我拄着朱丽萍啊，啊，不过伊拢无提起这个代志呢。朱丽萍即马烦恼当中心，伫咧烦恼袂赴啊。啊，若是当中心伊头壳无歹去，朱丽萍绝对会甲伊讲这件代志。乌漆事关重大，除了东家、罗家，包括甲这件代志有关系，朱丽萍、陈新坡，尤其是蒋家，我想应该会拢知影。这件代志哦，愈侪人知影，对咱愈不利，因为这乌漆都会反应，保护了搁较周全，提高手就会愈困难。自从乌漆出现了，客户手盘的乌斑就开始减少。想会到，这个乌漆足神奇的，一出现就影响到客户啊！这份乌漆是古早古人流传下来的灵感之宝。李清波、陈金良、朱信昌，因看无手目，唔知啊，伊是有灵性的。我哩使用
内底转型出了，伊甲我的性命都联动起来，所以这门乌车一出现，我身体就大大好起来。客妹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只要咱骑着乌车，你头壳内脑瘤就有机会好起来，身体嘛会恢复？你想的无唔对，所以这门乌车，我一定要提高手。我借用黄金的身体是有期限，期限若到，我就无法度掌握黄金啊。有期限？是安怎讲？我三条魂魄附在黄金身上，才能维持七七四十九天。安尼算起来，已经过两礼拜啊。啊，若是超过七七四十九天，刻在你的三条魂无法度倒来你的身躯，安尼是安怎？对。魂杯结束，所以 K 贝利意思是讲，过四十九天了后，就算讲摕到乌车，嘛不卡做啊。所以四十九天以内，乌车我也摕到手，安尼三条魂，才当倒来我原本的身体，我才能顺利清醒过来。K 贝利放心，我一年在上短时间内面。替你去到乌车，无唔对，当初若唔是客白，我嘛唔知我这个高丽囡仔变成安怎，我绝对袂目睭紧紧看客白，经历这种劫数。我嘛是，当初若唔是因为客白把我收留，我今仔嘛无可能活跳跳，嘛无可能有机会当替我爸妈报仇。客白，你对我温情是大过天，就算讲有一天，我甲天做对头，我一定会保护客白。咱能做一家人，迄是缘分。当初我当叫着恁两个遐尼有情有义的囡仔，迄是我的福报。你即摆就好好继续伫罗家养好罗家风。先生，除了爱随时支援瑞安以外，爱多注意罗家风，袂当阁互影响随意，迄富林之人破坏我的计划。是。没问题。爸，妈无困好，是因为乌车出头代志，唔是因为你的关系，伊咪有压力啦。哦，乌车佫走出来，啊，当年因老爸唔是佮处理好势啊？董先，你是唔是有想起甚物代志啊？哪有？哦。哎，什么乌车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哦，照恁的话，我就乌白乱要的啊。真正好要着哦。哎，安尼紧甲我讲，迄乌车有偌厉害？伊是毋是像迄人个什么武功秘籍同款啊？只要练练就天下无敌啊！爸，迄乌车毋是什么好耍的物件啦，内面是记录真侪邪术施展的方式。当你讲到心哦，就是利用这本乌车内面邪术。给咱等下还要弄个山体，啊是讲，既然是邪祟的物件，哪会当搁予伊走出来啊？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当年阮爸爸联合恁爸，啊，搁有地党的，用伊三个人的血，把一本乌册复印起来，藏在一间宫庙内，然后用石敢当给压制掉的。啊，不过昨地党石敢当倒去啊，庙方的人通知我啦。伊讲，阮爸当年有特别吩咐交代，讲有一天乌青人佫出土，一定爱通知我，所以即马这本乌青由我保管。乌青哪会雄雄伫这时间点出现？敢是江道成变作植物人了后，伊的意识还佫伫？乌青重新出现是为着要帮助伊啊？可是讲恁爸脑会好？伊就会当甲我到处注意啊！哈，若无这本乌册哦，烧也烧袂掉，啊破坏也破坏袂去，我拢毋知要甲藏在倒，干人着坐我咧烦恼，规暝拢困袂去。哎呦妈，咱对爸有信心，一定真紧就恢复的。哎，李三妈，我还阁过冬转来，刚头先今妈阁昏迷不醒，安尼表示伊袂作乱啊。咱就有时间，等我想看卖，安怎去帮我找处理妥当。